烫发八爪鱼，这个是我老公没煮熟的那个，火鸡料。 它煮熟的好吃。好。 好久没爆头了，看有没有大米。还没熟啊，爆头，看有没有大米，看吧。 哇，巨型大米，有吗？好酱。 小人称，吸一下。 给你吧，吃吧，这个不好吸，再试一个。就应你坐我旁边。